线上，勇立潮头。志存高远方能登高望远，胸怀天下，才可大展宏图。火热的青春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。新时代的中国青年，更加自信自强，富于思辨精神，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，不可避免会在理想。 和现实，主义和问题，利己和利他，小我和大我，民族和世界等方面，遇到思想困惑，更加需要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引导，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，用清醒的头脑思考人生，用智慧的力量。 创造未来，自觉担当尽责，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。奋斗是青年最亮丽的底色，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魔力。有责任、有担当，青春才会闪光。 青年是常为新的、最具创新热情、最具创新动力。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。只有当青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，青春的光谱。 才会更广阔，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迸发。共青团要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，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，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，胸怀国之大者，担当使命任务，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。 施展抱负，建功立业，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，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，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。